什么都不敢做，我到你们家楼下坐了40分钟了，不敢按你的电铃，不敢找你，怕你不想见我。那你干嘛要跑？我被你吓一跳。 我那么吓人？你今晚有约会？ 本来回内湖。本来。嗯。那现在呢？送你回医院呢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在美国天天待在医院，不要送我回去。今晚住你那好不好？付房租就可以。 这有点挺甜的啊。嗯。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啊，甄嬛？这什么？你看，这很棒，是不是？好像做完了一件事一样。 是军人，只不过是退了伍而已。爸，这是。明天啊，去把债给还了，让一德。 重新开始，啊！爸，我不能用你的钱。拿了，拿了。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，嗯，钱不重要，我希望你能快乐一点。 爸爸，谢谢你。爸爸退休了，为了我们，也为了他自己。退休金解决了帮人一家子的债务。爸爸在退休以后，重新面对不同的生活，我心里真的很高兴。他也有自己的时间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怎么样？胃口好不好啊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伤口啊。医生，哎，等一下好吧。爸爸，嗯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我想看一下伤口。我好吧。
反正我迟早有一天的。原来发现身后根部的小肉包就是癌的病人，一次割除又割不干净，原来发现癌细胞粘连在口腔的底部，就将底部四周挖除掉，可是挖除的结果却阻止不了肌肉的腐坏，伤口溃烂，一直蔓延到颈部，是要将颈部的肉挖出。谁知道，缝合无效，植入无效，是骗人，伤口到现在一直无法愈合。那张哭的谁结婚？根本没有办法感觉自己活的什么意思，不想吃，不想动，什么都不想，跟死人没什么两样。再说一次，虽然如此，医生们讨论过至少的病例以后，一致认为他仍然应该接受一个疗程的放射性治疗。接受了治疗的智商比想象中还要糟糕，生命好像从他那个躯壳里面抽离似的，你在里面感受不到至少的热情活力，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躺在床上打针吃药沉睡着。我跟客户谈了一个早上，我也喝了一个早上的水，我快撑死了。先看这个了，你上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新单元的关系吗？不是啦。什么？于平时你认识吧？那在这里，这里。进纽约现代化派，下洋献礼法之后又一句。个人色彩的纽约现代实力派画家李平石将于下个月归国探亲，名电台主持人即将采访。哎呀，我都不晓得要探什么亲哈。耶，哟吼，怎么了吧？哦，你小心点，你小心点，别撞到我们大路虎。版权拿到了对不对？我拿到版权了。
而且啊，香港的华人电台还要播我的广播剧呢。恭喜恭喜恭喜，快点称赞我啊。嗯嗯，哪有像你这样的，像个小孩子。我请你们吃饭。嗯，不了，我要赶到医院去。要去医院啊？好，我帮你留着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那你呢，蜜蜡阿姨？我啊，我这个人很挑剔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是太便宜的地方呢，我通常是吃不下的。哎，没问题了，那就美琪饭店。好，请得起。再怎么样都行了。Thank you.
光做一次扫描摄影就要8000块。我也问过，我刚住院，所以做的检查会比较精密一点，过一阵子就没事了。放心，我还撑得下去。